清醒现场。其实刚才我坐在台下的时候，我听到他的台上，我就想起了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现代诗，徐志摩的《再见南昌桥》，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。这首诗最为著名的最后四句：“悄悄的我来了，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，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”但是刚才我听这首《何以笙箫默》的主题曲的时候，我想到的不是这四句，而是这四句的前面两句：悄悄是别离的笙箫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所以我想，如果说在徐志摩心中一直有一个林徽因的话，那是不是在我们女生心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何以琛呢？借着情人节，希望你们都找到自己的何以琛。其实说这么多，下面这首歌也和爱情有关。起心上来自 GSU 的刘欣然同学带来的《没离开过》，掌声有请。有一份难言的